我知道此事的时候痛心疾首，发誓要查出真相。这半年来，怀疑是在调查此事，直到今日，怀疑收到信件，有着重要的线索。 大王，都准备好了。主啊，是。你不能去。真凶已经找到了，我现在就要去做我本就该去做的事情。我要把证据给王妃过目。 这字迹不陌生了。他毕竟是皇帝，此事不能鲁莽，你必须从长计议。你知道。 你是大成的豫章王，若你今夜暴露丑，大成的天下就乱了。小七，你要冷静。来人，在。保护好王妃，今晚她哪儿都不能去。是。你要软禁我。 全都退下！我有话跟大王说。